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今天要来开巨型宝箱，我的时间不多，因为我现在在回家的路上，整趁这个空闲来录影片，真的是有够忙的。好，这皇室战争怎么停在50%？快快！好，然后为了开这个巨型宝箱，我所有的宝箱都已经那个等待时间都好了，我们先开免费宝箱吧。金币、宝石、亡灵大军、亡灵先发，再来金币、加农炮、迷你皮卡、黄金宝箱、地狱之塔、骷髅兵，好，再开白银的。我想要开到那个大只的皮卡，拜托来一下吧，狂暴法术，再来，好，来开巨型宝箱，时间到了，来吧。可以第三张野猪骑士哦，好多张，可是我没在用它，所以都没升级。好，最后一张，好了，万箭齐发我再用，我来升级一下万箭齐发好了。好，万箭齐发已经八等了，超高的，我连声音都没有开耶。哦，好了，没关系，这个影片就录到这边。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。我跟上次入实况的中间，我抽到了这个雷电法、雷击法术跟法师，还有这个东西烈焰老炉，但是我目前还不知道怎么用它们，所以如果之后有把它加进卡牌的话，再打给大家看。OK， 然后我之前有曾经打到五阶竞技场，不过我现在比较常是待在四阶竞技场。好，这集影片就拍到这边，我是白龙，各位白粉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